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漫画，然后还有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有一点无聊，因为我爸妈都很怕危险，所以都把我关在家里，就不能出门啊什么，所以我就自己跟自己玩。然后像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会觉得数字是有性别然后有脸的等等，所以我长大之后我就会比如说就会去画那种很多很密集的脸孔啊，或者是东西被拟人化啊等等这样子。我自己会觉得说其实这种执着或者说人的癖好等等，它就是一个呈现人的个性。有可能像我讲我小时候会被关在家里啊等等，我是比较内向的个性，所以我觉得就是自我跟社会面向要去磨合的时候，我有时候我常常会不知所措或感到焦虑。那其实我就做了排队住的这个系列的作品，想要去打破这个平面跟空间之间的这个界限，就是让作品延伸出来。可能是因为常常坐火车跑来跑去，然后我就会从火车的窗看出去外面的风景，然后外面的景色就好像一直会一直随着时间速度啊，然后一直变换，等于是我在记录整个我所看到的风景。所以大家在拍照都会回忆，哎，以前的风景长什么样子？可是我在想说，那既然都在改变，那我总不去改变我所看到的风景，把它呈现到画里面。所以我会先从一些比较观光的景点下手。然后那些景点人家看到会有想法就会跟我有一些互动，然后那种互动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风景。所以当大家看到我的画讲到泰鲁阁，他们意识到这是泰鲁阁，可是他们会觉得不对啊，泰鲁阁不是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去想那个感觉是什么。这也是一开始是我想要去表达的，就是其实大家都没有很认真的去欣赏风景，有时候可能拍拍照就走了，可是我这个改变的举动他们会去想泰鲁阁是这样吗，然后就会去仔细去想一下他们去过的地方。对，我是李平宜，然后我做的媒材是油印木刻版画。那这个媒材其实在台湾相对比较少见，然后我做的方式可能也不同于传统的版画，所以它的色泽或者是整个呈现的方式会相较于传统木刻版画那种很强硬的感觉有一点点落差，就是比较特别一点点。然后会喜欢这个媒材，所以我创作的主题大部分都是从我自己家里面出发，就是家这个概念出发。一开始我对于这样子的过程其实我有个投射，就是我会觉得因为我很喜欢植物，可是我常常养不活它们，就是我可能就是挥手指，我很容易让我喜欢的植物或是动物就会在养的过程中就会离我而去。对，对于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有些可能是我做的不够好或是怎么样，所以我到后来我把它转化成一个状态，就是我让它保留在我的作品里面。在这一次的展墙上面贴了一段话，那一段话对于我整个创作而言影响还蛮深的，就是其实人家通常都说旅程一定要到很远的地方嘛，其实不一定，就是你近距离去观察很多事情，其实它周遭的变化都是你生命的一个旅程。我是香港出生然后加拿大长大的，还没来台湾之前我是住在纽约，在一边工作一边创作这样子。然后2006年也是因为电影的关系，然后朋友在拍电影，然后我就来到这里东海岸。我希望透过这些创作，我希望带给人大家，就是我们要非常珍惜我们这个岛屿，虽然不是大小小的，也是因为它小小的，所以我们更需要珍惜它，就好像一颗珠宝那样。就是我希望作品就是可以带给大家，就是要珍惜我们所有的一切在这个岛屿上。住在这里真的跟我以前非常不一样，因为以前都是住在大都市嘛，我们要采集根本不用采集啊，我们去买就好了。然后可是我住在这里的时候，我慢慢发现这里并不是这样的状态。比如说我今天要这个材料，我必须要自己去山里头采集，
我觉得是一种身心灵的一个锻炼。我平常就喜欢东买西买一些可爱的娃娃，美系或者是日系的，以前80-90年代那些老玩偶，这是我最爱的。那像皮卡丘是小时候我看的神奇宝贝里面我最爱的一个角色，像当初有一个神奇宝贝美展，那每个人就要用自己喜欢的美材啊来创作，那我就当然就选了我最爱的皮卡丘来做一个我的故事主角，然后来发展一系列的作品。像关于小熊，至少蛋堡的歌主要是他在讲一只小熊，然后这个小熊在讲一个爱情故事，那我就觉得很奇妙，就是很酷，因为爱情故事它讲的是一个可能西元2000年代那个时候的爱情故事。那我在想说，如果我把它记录下来，那以后可能500年后或1000年后，人家在看到这个假装的杯的一个作品的时候，会不会对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或现在的爱情观产生一个连结？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那我就用书法把它记录下来。有时候可能是饶舌歌或是一些歌词里面的几句话，但那几句话就刚好戳到我的点，我这就是我要的人生，这就是我要的生活，然后就把它记录下来。我的内容通常就是生活的感受，或者是我看到的新闻，或者是就是所见所闻给自己的感受，那我将这些感受用自己的方法诠释，那有些可能非常的强烈，像是花莲长大，我也非常喜欢海洋，就是这张取得断肠藻的方式，对，也是因为喜欢大海，看到海洋生物吃垃圾袋的感觉，所以就想把这个现象表现出来，希望能借着这个机会，然后刚好搭配自己的策展理念，对，把自己这几年在外面还有认识的人，对，把自己认识最好的东西，对，策成一个展，然后在花莲做一个展示，这样，对，就是还算完成梦想，对，谢谢。